烈地想要展示自己的才华和创意，为此引发社交上的危机。工作上公关处理能力受到公司领导的赏识，但却因此造成与合作伙伴之间的不愉快。月亮和金星合相在天蝎座，情感的忠诚、深层的危机、内在的价值等都会带来情绪的敏感和不安。可能爱情上会质疑彼此为什么在一起，怀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而月亮又同时和海王星形成了三分相，激发艺术和神秘事物的灵感，对艺术和神秘事物有着强烈的感应，也会带来强大的吸收能力。冥王星和火星形成了正四分相，带来关系上的紧张和冲突，并可能会引发战后上的危机。Bu akşam seminerimizi canlı olarak mobil uygulamamız üzerinden yapıyoruz.